日本连锁店京安之殿堂当当当期，第四间分店100QLC 登陆中环皇后大道，新店共有两层，占地12015平方尺，亦都是全港首间24小时营业的地铺分店，可以话为中环这个繁华的核心地段带来更多的购物体验。现在就带大家由 LG 这层行起啦。LG 呢层主要售卖零食、干货同埋饮品为主。比较特别嘅系，100QLC 呢间店推出多款新店独家嘅当期便当，分别系极上高级近江和牛便当，以及新鲜日本蟹肉便当。附近嘅上班族以后就可以多一个外卖选择啦。行落一层嚟到地库，呢层主要售卖药妆同埋生活百货。提起中环，自然就会谂起隔篱嘅兰桂坊。所以呢间店亦都有多款派对专用嘅商品发售，例如系 cosplay 服饰同埋换美头套等等，适合顾客喺收工去玩之前嚟选购。天气越嚟越凉，最啱就系打边炉。呢层亦都有多款火锅汤包、豚肉同埋日式和牛发售，等你可以轻松买齐所有材料。值得留意嘅系，全店只系得 LG 设有收银处，所以建议顾客喺行超市嘅时候，一入大门可以直落楼梯，先行地库呢一层，之后再上 LG 揀埋其他嘅产品，再到收银处俾钱，咁样就会比较顺路。